对啊，一回事跟我说清楚，就是去哪里？就是一个好地方，又不带你去。对呀、啊，思念，咱把地给冲干净了，顺手就把这些花给浇了。你看这儿是不是那个台子上面还有很多那个鱼鳞？咱把这个鱼鳞也给它冲干净，是不是？做得很好，你今天是咋想的呀？啊，自己主动就来了。收拾一下，做得很好，特别特别好。对，仔仔细细的把它给冲干净。算了，我来。你干啥呀，红红？这你冲干净的吗？这么多鱼鳞在上面呢。干啥呢，红红？我问姐，她没冲干净，看你能不能冲干净。看。那好，那红红来，红红来，红红仔仔细来。对，咱把它冲干净。对，顺手就把这些到处给它弄干净，是不是？住着也舒服呀，咱是不是？看昨天晚上我们的瓦片。嗯，咱要有收拾。嗯，有收拾，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。对，然后这放晾晒一会儿。嗯，打扫干净，这些花也可以浇。没冲好。没冲好啊，那你来浇浇花。应该这样。哦，应该这样是吧？所有都能冲到，我是不是很棒？嗯，很棒，你值得夸奖的地方，我们都会夸你的，是吧？红红，水没关，干啥呀？红红，咱做事要有始有终，是不是？把外边给收拾干净，你的鱼鳞冲干净了吗？我姐说没冲干净，不行，我要先把这边弄好。那行，那你就来好好扫。怎么了？行，那瑶瑶，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咱昨晚没收拾完的卫生，你也跟着瑶瑶姐一块把这收拾完，然后我就带思念先走了啊，行吗？我问姐，你们慢点。好，那你们在家乖乖的哦，走吧。嘀咕啥呢？你们俩？哎，红红，回来！你要干什么？干啥呀？你们去哪儿啊？你们俩不是一见面就掐吗？我只能把思念给带出去了呀。你不带哪里去？带哪去？我哪知道？会在这儿？你是不是看不惯思念？现在文文姐带着思念走了，一个人住这儿不好吗？而且待会儿明叔就会来陪你了。对呀、啊，待会儿明叔就来了。你在家好好听瑶瑶姐的话，把家里卫生给打扫干净，行吗？哎，他们两个在这儿说什么呢？没什么都没说呀。管我们说什么？好了，在家听话，我们就先走了啊。猴哥，哎，你们去哪里？我们就换个地方跟司令。换哪里去？还没这个地方好。哎呀，猴哥，就一个好地方。司令，干啥呢？我别乱说话，知道吧？就是好地方啊。什么又什么好地方了？你们都不喜欢我呗？谁又不喜欢你？谁又不喜欢你了？他们都不想和我在一起。没有，不是你们俩见面就掐吗？只能分开呀。斗嘴。今天早上那个鸡蛋，你为什么给思念不给我呀？那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呀。对呀、啊，人家想给谁吃给谁吃，就不给你吃。红红，你想想，总有原因是不是？为啥呀？二叔不给你吃，给思念吃。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好吗？做的好的地方我们都会夸你，但做的不好的地方咱改进，行吗？昨天一鸣哥哥都夸我了呢，而且昨天瑶瑶姐生日，我还给她唱生日歌呢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是你值得夸奖的地方呀。我还帮忙烧火，我做的很好了，我刚刚还浇花呢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再问你了，洋洋，不行，哎，红红，红红，你干什么呀？回来，红红，你干啥呀？干什么？你不要一回事跟我说清楚，就是去哪里？就是一个好地方，又不带你去。红红，说话，思念。猴哥，我也要去。不是什么好地方。真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就是好地方，带我去。就是好地方，那边不是有那些韩式日料，什么都有吗？就是好地方。他们去吃韩式日料不带我吗？不是，别了，谁停？你要去吗？你确定要去？我确定已经肯定。想好了，肯定是。等等，我们回去把门锁了。那你待会儿不能吵，不能闹，不能再干仗了，你们俩。要听话。行，那走。洋洋，哎，你带着他们，我们回去把门锁了。侯叔，去把门给关上。叶姐，别吵了，再吵一个。